你要干嘛？开直升机。开直升机喽！哦，哥哥有没有戴安全帽？有。阿爹有没有戴？哈哈哈哈哈。阿妈妈有没有戴？有。哦，直升机哦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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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要戴安全帽呢？坐直升机当然也要戴安全帽。哦，戴安全帽才安全。阿迪亚有没有安全帽？没有。哦，你有没有戴帽帽？哥哥开直升机。好大的竹蜻蜓。我没有戴帽帽。哦。哎，不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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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